我也没有比较快，我热身。我把那个锅破打开了，哎，还是要关起来。开了，我忘了开了，我也是出来才开的，而且要热身，所以我也没有比你快。那如果我也热的话，我就比你慢了。所以你还是要我去换。我也可以下去啊，可以下去多爬一段，脚很酸。你看，这叫压，这是压过雪的吗？有压，只是被盖住了。全部都是雪。讲了几百年，说我要把这边缝起来，然后都没有缝。今年会不会记得缝呢？我们这次回去以后，但是因为它布很厚，其实很难缝吧。你怎么急着穿鞋啊？你不用热身吗你？而且你裤子没有拉好哎，陈先生。
觉得，对，就是用这个比较方便。用哪个？感应的啊。因为说是以前传统的锈的，锈的就不行。我们后来看到他们都已经升级到感应了。嗯，都不用固门啊。你可以有菜几颗呀，天地。
ださい九点出头了吧？我们还没说九点左右啊。还有镜头 check， 我有了吗？你好像是，那好像是湿哎、欸。擦掉就好了。好，走吧。有在拍啊，有在动。你的有。哦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直直下。就去那个缆车嘛。直直下来。什么直直下？很危险。
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客様及び従業員の健康を。那我们是初级者的那个啊，借我看一下。我是说我们买雪板的时候两个人都初级，所以他没有，我叫他调初中。是哦，他指数可能调比较低就容易掉的那种。一样一样。这个万用的 DN 值可以用很久，除非我们技术到很厉害，不然我们都不会上。并没有，我还是右脚抠不站。有点突然在那边阻止我的样子，害得我刚刚。体調が悪化したり、気分が優れなくなった場合は、而且我看你还在那边 S 五跟这个姿势，那你有点靠我的姿势啊。那我会怕，危险。冲不过去了。有看到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，我就觉得那个会不会是，我就有预感。所以刚那样站，我就直接喊。对啊，就喊喊，就是纯粹喊喊。其实我看一下我口罩啊，没有掉，我只是卡着我自己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没那么冷。嘴巴那里有。今天是没那么冷。没有，你要到上面才知道，风最大就在上面。现在、不然就是我今天穿的中程比较短。现在是前进风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每天换一件中程啊，换一件内程试试看。啊，因为这件跟你的中程是同一件，然后它里面不是刷毛吗？哦，你把那个现在穿里面了。那个本来对我来说就直接当内程穿，因为我的都是灰色这件外套。因为灰色这件外套当初他可能要做透气，所以他手臂跟腋下那边都是做一种特殊材质，然后但是这个就会很。我的蓝色那件你是什么颜色？哪一件？我那个也可穿内衬的那件。穿内衬？就你也送给我的那件。我的是黑的，就给你啊，我都没有在穿啊。我后来就买了高级货，就不穿这个。我之前以为你那个灰的就是我的这个蓝。结果你的是黑的，就跟你一样的啊，就灰的啦。它不就两个颜色，灰跟蓝吗？那你今天应该够了。然后我送你现在的中程是我送你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买羽绒外套的时候，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个当内衬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它的效果。是这样，我这样一想，我就觉得我傻傻的没有那个。哇，它飞出去了。他知道那里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可怕，我要飞出去。但是他的手的那个样子，好像他要摔死的感觉，好像他站在钢索上，要平衡。那我想问问看他那边怎么样。
都会检查我的拉链都有没有拉链。那边的，看他们是不是就是在那边膝盖以下，他们要特快的也有，这个也是膝盖以下。检查哪些部位？走吧，走。我是手套一点点，膝盖一点点，额头一点点。我看你的镜头，还好，我的有一点欸。你的还好欸，上有一点点血在上面。你还用手啊？两下，你那个要不要也拉长一点？你那个套这个袋子的剩的不多了。你都剩的不多了。像之前一直都维持在这个状态，真的，对啊，都一直是在那。以为他消失了，一阵一阵雪，看不到人。嗯。欸，到了。亮亮。再亮。
当比较舒服。所以你们不带这种？就不带了。平常是带这个，但是现在不带。口水跟湿气都会粘在它上面，只要一小时后就湿掉了。但是这个的话好一点。请问你 how to 在，就是我没有露出脸做吗？是我叫的、啊，我们叫了100个人，开玩笑，直接就叫到了。他、啊、不是说9点附近在这里？对啊，9点附近在这里。对啊，是啊。那要拍一张吗？好了，我拿一下手机。要对温度计吗？我看到那颗温度计，证明我没有来，你在口罩。只能认衣服，灰的跟红的，蓝的跟黑的。不是，这样子你也认得出来，我也是佩服。回去脸都没有认，脸都没有出来呢。就只能认雪场，不都认衣服，不认人的。裤子这样。没事，就是。对啊，你们都一样的。稍微要加速一下，不然会卡在中间。那今天就必卡。我们可能要今天也选择。
后就会超脱，四天就突然感觉不到任何酸痛。我真的之前我们滑八九天的、啊，四天后就像是真的，我们滑很多次很多天，真的假的？第四天还在痛，第五天醒来就不会痛了。真的，我试试看。对啊，三天我就不行了。没有，因为前三天四天最痛。觉得他很慢，这里的都好慢。
就觉得可以上，因为他真的太慢。哎呦喂，刚刚起站，然后所以他们就跟我们不同路了。看起来是，我还以为他们要走上面那个嘞。对啊。还是他们要先热一下，先摇一摇。你说他们要先滑下去，然后再从那个再上来？他们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下面就渐渐往右岔，然后就坐拱多了。第二个就是再来一次这里。嗯，这样我有点怀疑我们那个绿线切过去如何？我们切一次绿线，接着第二次就下那个深雪区。哦，我们不滑右边了，我们这边要滑滑看这边了。现在早上。哦。那第一次走松雪区，第二次走右边，还是第一次走右边，第二次走松雪区？嗯，第一次走右边好了。我也觉得。用那个热可能体力最好的时候。没有啊，要热一下。我有点怀疑我们刚坐的那个长缆车啊，嗯，欸，不是长缆车，哦，我今天没开照，就是第一个缆车，我怀疑它座椅是不是有加热，膝盖那边，膝盖下面哪里有，我觉得很热热啦，哪里有，太浪费了，不经济，没有，如果是大晚上那一个啊，它就是有加热，保证有。你又没去过，但是我查过啊。那这里的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的，我那里不气。不是你不，你不觉得他？我觉得我鼻子有水，我是中风，鼻子有水。嗯。其他人，好，这些人啊，
行吗？我说先没有翘起来的话，好像那个我们先右边好了，这个等会再说，这个感觉要耗很久。从往后。哎呦！
累死了。你说应该要棒棒的右边吗？啊，要棒棒的右边还是左边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应该是右边比较安全。偷看一下。啊，好冷哦。还真的不一样啊、哦！对，不一样。它分叉的，它会接到整个。这样可以滑了吧？卡住过不去啊！这里一大团，就下面这样看来都还好，不是地面不平。
不专心，往后走没关系，脚就撇开了。会不会就是那那里要去绿色？会不会？对啊，我在想左右右看。不要试试看要不要下去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啊？先去尿尿。前面右转。前面右转。就是。啊？我看到缆车了，就会从缆车下面过。你在哪？啊、我没有看到缆车、啊，我跟着你，因为我看不到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右边有缆车线。怎样？我就擦一下会怎么样？不是啊，他就这。
该下得来吧？对对对，我现在去尿个尿，然后等一下来滑这个。好。啊，直冲，直冲哪里呀、啊？而已吧，不然好浪费时间。现在有很早吗？很早啊，那时间很早。因为我忘了尿尿啊，没有尿。我怕等下困住尿又会更。然后尿过尿就不怕困住了。互相拍拍，等等。按掉，按掉。到楼上的。脚抬高一点。好深哦。